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高仁志。谢谢谢谢哈，刚刚接受了这个哲学的洗礼，咱们再来点没有文化的啊。最近写不出来稿呢，压力特别的大。朋友们叫我出海玩，我也没有心情去。他们说来吧，海水可干净了。我说海水再干净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他说你不出来，在家里憋着也写不出来，还不如出来看看。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至少不会跳海。当然现在压力再大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压力大，生活成本太高了。有一次我的脸过敏，就去药店买那个红霉素软膏，我们老家都卖1块钱一管，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说39.9块，这么大一管，比我小时候的大10倍。我说怎么我长大了他也长大了，这该不会是红霉素的家长吧？觉得太贵了，我就问医生，我说你看我这个脸也不大，能不能散卖呀？医生说还想散卖，你脸怎么那么大呀？我看你这个脸我想贱卖。我就犹豫着想走，医生说你别犹豫了，快买吧，从你进门之后你的脸越来越红了，再不买红霉素可能就治不了了。但其实医生不知道我后来脸红不是因为过敏，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我那会就明白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会脸红，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这么窘迫呢是因为我那会儿没有工作，那个时候可以说脱口秀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呢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有一天看了一眼积蓄，感觉应该活不长了。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压缩到30几块钱，演出完根本不敢打车回家，打车回家虽然可以节省1个小时的时间，但会浪费3天生命。不敢乱花钱啊，甚至有一次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一块逛街，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呀，逛街就逛街嘛，夏天热的都不行了，我就冲进便利店拿了2块雪糕准备降降温，一问店员1块38，降温效果确实好，听完我后背发凉。但那个时候我太穷了，当着女生的面我跟店员说我们不要了，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说完就感觉我耳边环绕着一个声音，是吧，你是不要雪糕了，还是不要爱情了，还是不要脸了？我说我都不要了，我要活着。然后我就放回去了，跟那块雪糕一块放回去的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那张脸就丢在了中山北路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直到后来我入职了效果，发了第一笔工资，我觉得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好有病。那是一个冬天，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冲进去拿了一块雪糕，我都没问价结账，他说58。我说这个怎么数晚了还有利息是吗？当时就后悔了，冲动了，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最后还是买了，为了多享受一会儿小人得志的快乐，那个雪糕我都舍不得吃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当时就是怕化了。握着冰凉的雪糕感受到的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我举着雪糕大喊，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何广智，从此你也拥有了生活的话语权。说完咬了一口，把嘴粘上了。寒风中，我身体的温度再一次降到了冰点。那会儿压力很大，很多人都会选择养只宠物来陪伴自己。我去宠物店看了一眼价格，发现唯一能买起的就是逗猫棒，压力更大了。当时看那个逗猫棒我都心动了，我说这个逗猫棒好像也能缓解压力。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我不配养宠物，就那宠物店的宠物住的比我都好，他们都是单间儿，独立猫砂盆，我还得每天跟室友抢厕所。我就感觉他们如果谁跟了我得多倒霉呀、店员还跟我介绍呢，说这个猫就是可爱，这个猫呢聪明，这个猫呢就是活泼。我说就有没有那种能吃苦的呀。心理素质好的，能接受猫声大起大落，还能自己抓老鼠的。朋友说不行，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但流浪猫他们也不跟我走，因为吃的比我好，就每天会有人投喂他们猫粮，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刚放在地上就被阿姨拦住了，湿垃圾扔在那一边。我感觉就算是我带回去看一眼，他们第二天也得跑路，走的时候可能还得说哪去。我倒不是多么热爱自由，我们流浪猫吃不了这个苦。好在流浪猫吃不了的苦我能吃，谢谢大家。我何广智。大家好，我是郭澜。我们这比赛非常激烈，但比比赛更激烈的是网上骂我们节目的声音。我还给同事提意见，我说要是大家都这么骂，要不然咱们就直接把宣传文案里的看都换成骂，这多吸引人啊。周二周三晚8点准时来骂，会员抢先一周骂哦。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做个喜剧怎么能把人气成这样呢？我要喜剧这么厉害，你说诸葛亮当年气周瑜要那么费劲吗？直接给周瑜看脱口大会啊，什么攻心战、水战、火战、10万大军都不用，56个人车轮战。周瑜那暴脾气都活不到车轮战结束，最后4位领先员商量，我们决定复活周瑜。我妈都给我打电话，她说那李诞干的啥事儿啊，那张大伟也是的。我说妈，人叫大张伟，还有那个私信说你们那个领航员，我说那叫领校员。我说这都什么呀，领航员张大伟咱看的是一个节目吗？我妈就是在网上看见有人骂节目，心疼儿子，说看看咋回事啊，看着看着上头了，就跟着一起骂了。我爸都多少年没把我妈气成这样了，不得不说还是李诞会惹女人生气。而且我妈喜欢的演员可多了，动不动看完一期说哎呀这个怎么淘汰了，哎呀那个怎么淘汰了，我说妈这是比赛呀，比赛就会有淘汰啊，给他说生气了，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淘汰呢。还有一些热心观众帮演员伸张正义，在网上说脱口大会明年别办了，我可谢谢您嘞。这都不是伸张正义，这是要斩草除根啊。而且啊，我对网上批评我们人态度就是得让人说，对吧，我们不能总吐槽别人，还得让人吐槽嘛。而且娱乐圈能让吐槽而且没什么抵抗力的也就只有脱口秀了，对吧，关键是我们自己也不老实，
人家是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我们是爱惹事儿也怕事儿。惹完事儿，人家一反击，我们再去惹下一个事儿。对我们来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所以说脱口秀没啥粉丝，全是观众，对吧？观众说还是多关注关注艺人生活吧，远离艺人作品太危险了。虽然说我们没有粉丝，但是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每百毫升含6克原生高蛋白超绿黑科技。六克原生高蛋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脱口秀大会节目评分还高1.2。哦，我最近也经常看那些剧，我就发现那个剧里面那偶像什么弹幕控评，那些粉丝得找角度想词儿，帮脱口秀演员发弹幕控评多容易啊！你只要哈哈哈哈，就这样都不愿意，经常满屏的不好笑不好笑，我就搞不懂了，那微信里面天天哈哈哈哈，怎么一看个脱口秀就不愿意哈哈了呢？那微信里一个个可愿意哈哈了，我就问朋友说明天吃饭的地儿定了吗？他说哈哈哈哈。还没。我说你有笑的功夫是不是都定了呀？还有朋友说懂了，我去节目给你刷弹幕，给你刷哈哈哈哈，不好笑。还有人说呼啦你没以前好笑了，我承认对吧，的确没以前好笑，但是不是我们也没以前爱笑了呀？大家都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有一个4-5年都没联系的前同事让我帮他找工作，他不知道我做这个，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我说脱口秀的视频，我大概意思就是我在干这个呢，不在互联网了。他看完理解错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啊。在他的视角里就相当于是他找我借钱，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我在要饭的视频。那听到这儿观众肯定好奇说，你说半天你到底是站哪边的？没有哪边的吧，其实咱们都是一边的，咱一边人就不互相骂了。就最后还跟大家分享两句阳光彩虹小白马里的那个歌词，叫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梗垮，不乐是咱傻。你看写的多好对吧，要不然人家是张大伟。谢谢大家，我回来。哎，大家好啊，今年我是做了一个专场叫做北下关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在这儿聊聊北下关的故事。这个事儿源于我有点坎坷的童年，我童年转学过7次，当时在北京从西城转到海淀，转到丰台，转到朝阳，就有一阵儿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还是在闯关东啊。我转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小的时候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我爸我妈那会儿觉得只要能够把我转到好的学校就能够自动治愈我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越是好的学校我越是跟不上啊！我在好的学校跟好的同学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课间我看的是机器猫，我那个同桌2年级的一个女生看的是傲慢与偏见，我们那个班长看的是资治通鉴。我想的是机器猫的口袋里都有啥，我同桌想的是欧洲贵族的爱情与挣扎，我们那个班长一拍大腿，就该这样建设我们的国家。我2年级我才交到我人生第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书香，他和我一样不合群，但是他不合群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他热爱学习热爱到就要不是我也被其他孩子排挤，我都得排挤他呀。小兔崽子太能学了，每天中午一定要改完数学作业再去食堂吃饭，我闻着那炸鸡腿飘来的香气一问他永远就是3个字，我有错我有错，那会儿都给我逼成哲学家了，我说这个世界上谁没有错啊。但也正是这句话，书香第一次跟我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他很惊讶，说怎么你也读黑格尔啊。以为你只看机器猫呢。我最后一次转学是在3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我爸我妈突然就克服了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有可能人就是这样，就你对谁只要足够的绝望啊，你对他就做到了真正的包容。那个夏天的夜晚，我爸把烟一掐，说出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爸说，不如就给莫南一个快乐的童年吧。我妈也接茬说，是，就莫南这个智力水平还有学习状态，现在不快乐，以后怕是也很难再快乐起来了。我们再转学，我们心态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一心只想找到最快乐的小学。神奇的是，我们真的找到了。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访校经历，就那个校长拍着胸脯跟我爸妈保证说，我们学校就是最严的小学，每天有督导老师看着孩子写作业，不写完不会放回到家去。听得我们是眉头紧锁，心情沉重，想着又是白跑一趟。谁成想正是这种反应被那个校长理解成了一种质疑。校长急了，说怎么不信啊，我们可不像旁边那个北下关小学，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绝望了，谁能送到那儿去啊。说来也巧，找着了。我爸我妈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我妈握着校长的手说这句话，我觉得那个校长他从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我妈说，感谢您的推荐。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们打车就去，就等不到第二天了，我们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到那儿的时候是下午3点，已经放学了。哪儿还有人啊，门口开门的大爷都说，怎么又把书包忘拿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我说，妈妈，就是这里。到家了。我一生的挚友啊，我的 soul mate， 我的灵魂伴侣，全是在那结识的。就是那种突然有人懂你的感觉，就能知己。然后我上课不是走神吗，我问我同桌，我说今天早上有一道应用题我没有听清，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我同桌大惊失色说，啊，咱们今天有数学课吗？就孩子动手能力那叫一个强，班里的电视机拆完了拼，拼完了拆，每次还有好多零部件落在外面，但是电视机照样正常运行。我那个同桌修车厂家的孩子，我印象很深刻，6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车坏了，是他给换的备胎。6年级说换就给换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看傻了，眼神都变得敬畏了，连称呼都改了，我说，师傅。您看我这机油是不是也该换了。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写了这么一段内容。其实最开始节目组还是有点忐忑的，说你这样指名道姓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啊？你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啊，现在已经没有北下关小学了。我们学校没了，还是我爸遛弯的时候发现的，给我打一电话说，莫南，你没根儿了。但我们学校也不是真的没了，
我们学校是被一所市重点小学给合并了。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挺感慨的，我经常觉得我们学校啊，就是没有赶上好时候。我们学校教师但凡扛到今天，在这么一个快乐教育的背景下，指不定谁合并谁啊。你别说重点小学了，心情不好，我们连重点大学都给合并了。怎么着，北下关大学啊？要放今天，全国就三所最著名的学校：清华、北大、北下关啊！接下来我同门来起来。Hello， 嗯，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内容也丰富很多。2018年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会让观众同情我们。我坐地铁碰到观众，他说：“杨波，我给你刷卡吗？”我说：“不用，我就住这儿。”然后躺在了地下。最近呢，有了一点点知名度，生活少了很多快乐。我去逛鬼屋，被鬼认出来了。他说：“你是杨波吗？”我更害怕了，他还把所有鬼叫了出来，排队跟我合影，路过的人都傻了，看着我：“你是阎王吗？”我名字非常大众，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第一个词条是杨波修脚，大企业，全国上千家店，别人名字有书卷气，我名字有脚气。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然后冠名这个节目，以后这里写杨波，在领校园旁边每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让李诞拿起来，杨波修脚，心灵手脚。哎，你们也能听出来，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给你们讲一个。我有人格分裂，但一直没人发现，因为我另一个人格不会说话。不好笑吗？我就说不行吧。我们住的酒店隔音也特别差，我在屋里练段子，隔壁投诉我不好笑。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他告诉我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音乐呢，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啊，都认识吧？对，是萨克斯啊。他的演奏方式呢是这样的，一二三四，好，先讲一下乐理啊。这个呢叫笛子，这个节奏叫打笛，这是笛，打笛，打笛，是一个4/3拍啊。这个不是我弄坏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everybody。太破了。这个太可笑了，天哪！哎呦，不闹了。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啊。好，音乐是我自己做的，没有版权啊。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又名《我的去年》。啊，1月，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醒来发现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挡在了门口，我一脚踢过去，是我爸岔气儿了。3月，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我不服气跟他顶嘴，他说杨波你记住了，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这些脏话都能用到。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比如开过山车的。啊，六月我去重庆演出，第一个段子调侃重庆人口音了呢不分，现场全是重庆人，场面一片死寂，他们听不出区别。啊，八月我没写出来啊。啊，十月脱口秀大会播出，我在路上走，一辆车减速，能合个影吗？我说可以，但这里不能停，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我拒绝了，他骂我，我赶紧追上去，我说兄弟，咱俩一个驾校的。啊，十二月我报了个防骗课程，当天我去了，老师没来。虽然老师没来，但我感觉上了一课。好，胡闹就到此为止了。哎，接下来我想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我楼下301的小伙每天抱怨302大爷把垃圾放他家门口，天天吵。我找到301，我说兄弟你才20岁，那大爷都60了，他打不过你的。两个人真打了起来，大爷被送进了医院，我很内疚，再也不把垃圾放3楼了。编的啊。最后我想说，我写的笑话很奇怪，我知道，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我也是，你不是不会说话吗？讲完了，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朋友们，18期了，现在一共剩下16个脱口秀演员，就我，只有我没有上过这个破天花板。这季我跟豆豆都没有见过，这哥们今天都没来，你发现了吗？我跟你说，他栖息在楼上，我栖息在楼下守望，合着只有我在混 underground。 我太想坐这个破电梯了。男生就很多时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点，你们可能都不理解。比如说男生觉得有时候留胡子特别帅，有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刮个胡子，我跟自己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帅哥。有的时候忘刮胡子出门，我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男人。然后比如说男生觉得剃寸头也特别帅，你朋友圈肯定会见到一个男生剃寸头的时候会拍个视频在朋友圈这样。我觉得他这些人就是被电影里骗了。男主角这样剃寸头的时候那种坚毅的眼神，就感觉哦，这个角色可能要干什么大事了。但你朋友圈那个男生这么剃寸头的时候，你觉得这哥们是不是要出家了呀？还有一个男生觉得很帅的点就是练得非常壮啊。我在想一个男生集合这三大优点会变成什么样子，留胡子、寸头、特别壮，我说这不就是鲁智深吗？莫名其妙。而且男生还有很多觉得小时候觉得很帅的点，比如说你觉得摁关节特别帅，你小时候肯定见个男生摁关节天天这样，天天就这样，你知道吗？他也不管那个东西疼不疼，你知道，他就摁得特别响，全身响，他跟个行走的阿卡贝拉一样。你到了30岁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用摁，身上的关节就会响，你知道，而且你都不想让别人发现，你知道，你都恭维里起来，嘎嘎嘎嘎嘎嘎，别人说你咋了？没事，我在打 B-box。男生有时候嫉妒心也特别强，然后我像我们这种演出经常会有情侣来看嘛，每次看到那些情侣我都很尴尬，尤其是女生特别热情的时候，每次女生就哎小北，然后看旁边的男的就这样。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哎小北我们拍个照片吧，我说行，然后那个男生垮个脸在这儿。
然后女生还一直挑毛病，说你这拍的不好，你再拍，你知道来来回拍了好几遍，越拍她男朋友眉头皱得越紧，我就感觉差不多得了，再拍就不是合照了，那是遗照。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一切，你知道，因为第一点，作为一个男生，我非常理解她男朋友；第二点，她男朋友长得真的很像鲁智深。然后那男生拍完照之后就在这儿，弄得我贼紧张，你知道。我现在还是挺羡慕这些情侣刚毕业之后年纪轻轻可以看一些脱口秀什么的。我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然后工资特别低，你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请女生吃一次饭。然后有一次这个女生对我印象特别好，她说：“哎呀，小北过两天要不要看个电影啊？”我说：“要不下个月吧。”我觉得进展不要太快。女生还跟我说呢，她说：“没想到小北你还挺羞涩。”我心想：“这是我羞涩吗？这不是我囊中羞涩吗？”而且我现在也不太会跟女生聊天，有的人说：“哎，小北你怎么可能不会跟女生聊天？你个脱口秀演员，大家看我第一期的表现了吗？”别说跟女生聊天了，我现在说话都有点费劲。然后现在看很多就是那个怎么社交的方式啊，社交技巧，现在特别流行一种聊天方式叫推拉，你们知道吗？给你们科普一下，你们有本记一下啊。就说先怼一句，你知道，再夸一句，比如说对方问你想我了吗，你先说没想。推他一下，然后再说没办法不想，再给他拉回来，非常厉害，你知道？有一天有个女孩跟我说：“她小北你在干嘛？”我说：“干你毛事啊！”还没等我拉呢，她说：“小北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说：“哎，推我是吧？我让你几手，你知道吧？”然后她那天推了我十几下，给我推的有点急眼了。我说：“你是不是没学明白啊？”然后她又开始推我爸妈。我都不敢再聊了，再聊我怕他推我全家。我有点着急了，我说你该拉我了，你该拉我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给我拉黑了。我觉得现在网上给爱情出主意人太多了，不光教你怎么就是聊天啊，还分手也有给人出主意，你知道吧？你知道某伴上有一个劝分小组，有36万人，那个组里面不仅人多，说话还都特别难听，你知道吧？别人有个人问啊，我这感情问题怎么办，底下留言都说：“哎呀，不分手留着过年呢，叹为观止啊，菩萨你好，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看了半天只有一个人劝别分手，理由是别分手了，不然还得祸害别人。我就感觉这个组里面啊，没有人相信无缘无故的爱，只有人相信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感情经得起那种劝分小组的考验啊！比如一个人留言说：“哎呀，我家里人不接受我男朋友，一年只让我们见一面啊，该不该分手啊？”你乍一听是不是也觉得这段爱情有点问题？然后你看谁提的问，一个 ID 写着“爱牛郎的织女”，还有许仙和白娘子，你知道？比如白娘子在某伴留言说：“哎呀，我老公逼我喝雄黄酒，该不该分手啊？”然后底下评论：“赶紧分吧，你跟你老公啊就不是一类人。”最后呢，我还是觉得大家想恋爱的话还要精神经历啊，勇敢一点，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尽量不要用别人的经验啊在你的感情生活中推推拉拉啊。我讲这儿，谢谢大家，我小北，谢谢。谢谢小北。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比赛啊都非常的焦虑，但我也没有不习惯，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忐忑人，那没有比赛我也焦虑啊。去年我不是买了股票了吗，买完之后我就天天盯着他看呢，看得我这个脸就跟那个股票一样焦虑焦虑的。我刚买完那几天，我早上6点就起来，有人说不是9点多才开盘吗，那天天跌谁睡得着啊。就有一天起来一看涨了，一股涨了4毛钱，我赶紧就卖了。朋友们都懵了，说你这个又勤劳又质朴的这个风格，你也不像股民呢，你像农民呢。你说你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菜的心，你咋不直接卖白菜去呢？那玩意比这绿多了。没办法，我对未来实在是太担忧了，这可能是跟我这个过于突然的去了大城市有关。我毕业之后就直接从老家去了上海嘛，去了就懵了，那跟人家在上海上过大学的不一样，人家多少有个缓冲，我这缓都没缓，直接就冲了，冲的鼻青脸肿的。去的第一年人家一个月给我8000，我说我的妈呀。人家说但是房租要5000，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怎么着你们这儿的钱他就这么随便给然后就随便花呀。
怎么着你们这的钱他不要钱吗？我一个月挣8000，房租5000，那等于一个月就是3000呗。你猜怎么着，我在老家也是一个月3000，你这儿跟回家一模一样。都说大城市排外，我看没有啊，这明明宾至如归呀、啊。我就想啊，那我能不能就在上海赚钱，然后回老家花呢？一查来回机票3000。我说你这是啥情况啊，我在你这赚的钱不在你这花光就不让走了呗。好在花光也容易嘛，这吭哧吭哧一个月到月底就全花光了吗？那问题虽然是月光了，但房子也不是我的呀，房子租的呀，里外里我啥也没落着，我还不是一般的月光，我是白月光。其实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不过后来我那个日子是变好了啊，但心里对未来的这抹担忧却再也抹不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这个钱呀绝对不能乱花。古语有云，乱花渐欲迷人眼啊，钱草这好像不是说花钱的。反正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几乎租了一个最小，那房子巨小渺小，就刷碗都费劲，因为我个儿又高嘛，洗碗槽又特别的低，那每刷一个碗就得深深的弯下去，刷完了之后拿起来再换下一个。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我家玩，他看到这个情景，就是我对着一个碗一直在那儿鞠躬，他就说，国仔你可以啊，居安思危呀、啊，你这是在练习要饭吗？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买了个洗碗机，我用了3天的时间，货比26家，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我买到了一个全新破损洗碗机。全新说的是它不是二手的，它没有被人使用过，破损是说它运输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严重的磕碰，就都给它磕扭曲了。你就感觉这个洗碗机它桀骜不驯的，好好的6面体它不当了，它立志要当一个12面体，就那个造型特别前卫，你看着那个洗碗机你都想骂他，你说你小子是不是没在社会上混过，不然你怎么有这么多棱角。我在比价的那几天呢，我甚至还看了好多的直播间，那每一个都跟我说他们那是全网最低价，真应该给他们看看我买到的这个洗碗机，看看什么才叫全网最低。我就纳闷了，就这种好产品为啥没有人大力推广呢？那现在直播间一个一个的，哎呀家人们，这款产品的价格已经让我打下来了，价格全网最低，赶紧上车，错过就没了。你这语言苍白无力啊，谁会心动啊？咱这个洗碗机又是放在直播间里，家人们，这款产品的质量已经让我打下来了，质量全网最低，不能再低了，再低就不能用了。价格打下来了，质量打下来了，就连洗碗机的门都快让我打下来了。家人们，不是一家人不打一家门，赶紧上车，但车上不要颠簸，咱这个产品呢再颠几下它就没了。我还说上海，其实我挺感谢上海的嘛，因为咱毕竟咱是没有工作去的人家那儿，在人家那儿找到工作了，这就比什么都强。不过我看最近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评价呢，我觉得我找的这份工作呀终于也快要保不住了。但是没关系，反正人的焦虑呢是永远存在的，焦虑并非一无是处嘛，至少焦虑能逼着人不断的往前走。谢谢大家。哎，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上去一个就淘汰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现在本场票数最低的演员是这个形式。我也想展现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新的表演方式，就觉得哎呀就这样玩个开心吧，然后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我觉得可能这个话题在现场
台中央。那是我了，走了，走了。这事儿啊，要说点啥吗？说点吧。加音乐这个吧，哎呀，就第三轮本来想弄的，但是觉得有点风险，因为很奇怪嘛，就没有。然后这一轮是因为我看这个阵容就很有可能淘汰了嘛，可能再不就是尝试一下就没机会了，而且看这个节目可能下一季也办不了了，所以我想说，哎呀，我最近，哎，我一直在编乱七八糟的，我现在想说点走心的话，就是我想说我为啥讲这个风格，是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跟我性格也蛮贴合的，我比较自闭，而且我也不太喜欢表达，就是我你脱口秀其实是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啥的嘛，我这人我也不太喜欢表达啥观点，就是我就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哎呀，我最近最难受的一个点是在于，因为我讲这种东西都是短笑话，网上很多人骂我说什么网络段子，明明都是我自己写的，就因为他听到之后觉得短，或者觉得哎呀这话题我好像之前看到过，就骂我。然后呢，还有人替我说话，说你替网上搜，搜到一样的发出来呀。他说我搜不到，但我就是觉得看过。如果明年这个节目还有我再参加的话，我觉得就讲正常的吧。啊？所以如果之后有。还有想讲这个风格的人和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讲万烂，能把万烂的这个位置在这舞台上保留住的话，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会谢谢他。好，嗯 ，OK， 就这么多啊。哎，杨波，我想跟你说一事儿，我跟你这个想法一模一样，因为我也之前经历过这种，就是别人说我怎么着怎么着那种，然后我也非常痛苦。但是正常不正常是别人的眼光，你觉得好玩就是最正常的生活，是不是？然后而且为什么？要改啊，就真的会在乎那些事儿吗？就是这种误会啊，这种无端的谩骂，我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所以我觉得算了。杨波，你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不是说你换一个风格你就能活下来了，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吧，我觉得是。因为你真的很可贵，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是吧，人家那个谁汪峰峰很我很喜欢杨波，但是我觉得我们没人能够劝得了他，但是我只能说很可惜，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风格，然后当然支持你的决定，你想放弃就放弃。嗯，也许有一天你变成正常风格了，哎，发现骂的人更多了，哎，你就又回来了。生活很幽默的。嗯，那我可能需要自己思考一下吧，可能需要自己有一个缓解的过程了。就不要思考，我跟你说，停止思考生活才会美好，就越思考生活越不美好，就停止思考生活美好。嗯，好。出现，他做这个尝试其实会有风险，我觉得再给他一段时间他会磨得更好。杨波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一季他内心是有挣扎的，他其实自己是非常想去推陈出新的，他一直是想去突破 one liner 给他的限制的，所以我其实挺期待看到下一季的杨波他的表现。杨波最后淘汰的时候，我觉得他说这段话我觉得还比较的感同身受，因为艺术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所以你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想明白，虽然有些人可能在攻击他，但是还有更多人在支持着他，喜欢他的这种风格，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那如果他真的转变一个风格的话，我觉得是他的遗憾，然后我自己也会替他遗憾的。有时候看到一些负面评价，你有，因为你会开始很在意这个事情了嘛，所以那些东西就可能会更加影响。但是我线下还是会继续讲这个风格的，因为咱不能辜负那些喜欢我喜欢这个风格的人嘛。至于明年要不要换风格之类的，那现在我可能还没想清楚，之后慢慢调整吧。剩下的朋友们大家加油吧。嗯，现在开始已经产生了淘汰，
第一位要离开脱口秀大会第五季舞台的演员已经产生，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分数最低的人是谁。我觉得可能是建国老师和杨波比较危险。我当时觉得很有可能是杨波，观众对于他这套就没有那么买账，然后就是旋律没有给自己的这个文本加分吧。我当时第一个想的是我，因为其实这几个里我的整体反应我感觉是最差的。我当时挺担心建国哥，因为建国哥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进入他的节奏他的情绪里，所以说他其实风险挺大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分数最低的人是谁。我们请国仔来到舞台中央。哎呀，我哎嘿，哎，前两句啊。那我留下几句啊，演那个嗯。赠言，赠言。哎，赠言。其实呢，那个我们整个大伙儿都没有想到说今年这个节目啊能比往年多出那么多的关注和那么多的议论，然后如果我们早就知道的话呢，我们也还是这么做节目，因为我们真的尽全力了呀，朋友们。你看我这些年一直在编剧组嘛，你看今年也在演员组，你我就幕后的事儿我全都看过，我一直没有脱离幕后的工作。我们演员导演编剧都是想努力把节目做好，甚至比往常还要尽力。然后我们这些演员呢也都在这个努力的，就是小心翼翼的去表达，生怕冒犯到什么，是吧，生怕真的冒犯到什么。你拿我自己举例来说，有时候我甚至说这个过于小心翼翼，以至于忘了往里放梗。这个跟大家道个歉，不好意思。不过大家放心，是那个，因为我个人感觉是这个舞台还在的话，就永远会有更好笑的人、更好笑的演员、更好笑的笑话、更逗的笑话，是吧？出现在这里，希望明年我能是那个更好笑的人。大家明年再见，拜拜，谢谢国仔，明年再见，拜拜。好嘞。啥遗憾没有，就基本上是尽全力了。然后演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但是硬撑着自己的气没掉。稿子质量我自己没写好不满意，其他的都是满意的。国仔就挺遗憾吧。其实国仔今天这一篇东西还挺好玩的，就是完全国仔的风格。不是一家人不打一家门，乱花渐欲迷人眼啊。国仔那个东西是一旦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非常好笑，我感觉这个舞台上不能没有王建国，我觉得好好的歇一年，明年希望国仔能再战。王建国今天让我觉得很惊讶，建国这回回归的特别厉害，我觉得王建国太酷了，就是每一场演的都特别的他那种样，就感觉是一个脱口秀的就是基石，就是特别好。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建国挺好的，因为我们总说脱口秀要讲一些自己内心真正关心的事情，然后建国呢往往会讲点谐音梗，哎，讲点自己什么特别不会为人处事导致给老板车凳子啥这种段子，听起来很卡通，但是其实这就是真正的王建国，他就是这样的。淘汰了之后呢，没有不甘但有不舍，按理来说我这么多年了不该对舞台有这么深的眷恋的，但是今天突然就有点觉得没讲够，对脱口秀大会舞的这个舞台还是有我自己的感情的。上舞台机会一年就那么几场，就演这么几场还没演够，就又被淘汰了，会有不舍。这个是您最初第一集的时候写的旗帜，承蒙错爱，我记得是吧？得嘞，挺好。承蒙错爱，因为我的比较高光的那些年确实也就过去了，虽然高光也没多高啊，但是我也一直没有松懈嘛，
我最想留给这个舞台的还是一些好笑的笑话，然后我就想能写出更好笑的，就是咱也认可，然后同时咱也觉得观众也认可的东西，那样的那个内容想输出给观众朋友们。我未来不会永远一篇好稿子都写不出来的，大家不要担心，而且舞台还在的话，一切就永远不会停止。谢谢大家，明年我会，不用明年，我一会儿就去努力，拜拜。接下来又到了淘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小北小佳两人将有一位离开我们，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得票最低的演员是谁。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今天演的挺好的，我只能说是稿子可能写的没有那么好，但我演的真的还行。我觉得今天的总体表现在自己的就是意料之内吧，其实有做好了被淘汰准备，所以我今天整个上场是还挺棒。150亿也不低了。喂，哦，我该说点啥是吧？你也可以跟观众互动，没关系。你们是一起来的是吧？不用加油，不用加油。我觉得今年脱口大会第5季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就非常魔幻，然后每天每个月信息量都非常大，我觉得我还没有消化好。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青岛的所有观众和人，然后愿意收纳我们这些流浪的人，谢谢你们，谢谢。没有。然后今年真的是我感觉一直在外头漂泊，每天睁开眼睛，然后都是不同的酒店，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全国可飞的脱口秀演员了。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就说我最后一个遗憾吧，我觉得这个今年脱口秀大会第5季我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做过这个天花板，所以真的吗？我跟你开玩笑呢，李丹，你快点生意干啥呢？让他走，那我们又把小美送上天花板。我跟你说，这次必须要进天花板。怎么样？哎，那我们请小北从2楼跳下来啊！太坏了，又给降下去了。不是，这刚上来怎么又下来了？下来很高，我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呢。哎呦我的妈呀！好玩吗？今天信息量太大了。然后，然后那个我最后一句啊，然后那个最后一位演员徐志胜嘛，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听段子，然后给他最好鼓励，好不好啊？谢谢，我先讲完了。小北不愧是我们线下演出常年的金牌主持啊，最后临走还不忘履行主持的工作，托付两句，谢谢小北，明天再见。他的离开我是有点遗憾，去年小北都走到差一步就进决赛嘛，我觉得小北就是特别棒，所以最后结果我还蛮意外的。北子其实挺可惜的，看他的文本和他的表演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今天第几啊？哟，第十好几呢？我十四。哎呦，才退步五名。全国多少脱口秀演员？小北能今年排第五？十五、十四、十四，真挺不容易的，挺厉害。第一次坐电梯还不错，也坐坐这舒服的小椅子，不太得劲儿，心里不得劲儿是吧？这好像是我参加脱口秀大会以来最放松松弛的一次了。反正小北在我心里早就是冠军了，我觉得，因为脱口秀就是要带人快乐嘛。然后小北一上台，大家就很快乐，就是他那个放松松弛感就让人很开心。我觉得小北就一直做自己就可以了。反正我是能感觉到他技术一直在进步的。北子明年再来吧。实至名归，哎，一句玩笑话啦。啊，大家讲就是为了好玩，就跟脱口秀一样，不要把太多事当真，就开开心心笑一笑就行。现在看着好羞愧啊，不要看了。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嘛，所以明年我就还是会写一些那种能够让大家有更多共鸣啊，有那些更多的思考的一些段子啊。我觉得我明年如果再参加的话，必成大器。